整天在田里跳来跳去，踩死的农作物不尽其数，跳累了就回家睡觉，一睡下去觉也叫不醒，一工作就被瓜棚缠住，工作都还没做就要救他两三次，你说我还敢派他去雇西瓜田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菲菲是农场老板吗？因为他上班都在抓蟾蜍，以为自己是匹马，整天在田里跳来跳去，踩死的农作物不尽其数，跳累了就回家睡觉，一睡下去觉也叫不醒，自己被绑架了也都不知道，你说我还敢派他去雇西瓜田吗？好不容易把他叫醒了，还要弥留一两个小时回味刚刚梦里的肉肉，一工作就被瓜棚缠住，工作都还没做就要救他两三次，天气冷要穿背心，也不出门工作，今天派他去卖萝卜也不想理客人，都在挑了也不招待一下，只好让他去除草，草还没除又被网子缠到了，哎，真是麻烦的家伙，所以只好让他升级当老板，毕竟他啥事都不会干，他叫菲菲，是只梦想当马又爱吃肉肉的农场老板。感谢各位，我们下集见。我捡到一只走失的狗狗。你有印象有人养这只狗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它在外面跑很久了，都找不到。也陪它看了很久。临时找不到宠物背包，只好拿装备袋顶着用。超怕跳车的同时，又担心它是被弃养，整条路上回头率超级高，甚至还有人对我比赞，我真的快疯掉了。它是走失的狗。Hello， 各位，今天在北屯区捡到一只比熊犬，跟着它走了二十分钟，发现都没有事情出现，所以我带它开始寻找主人。有印象有人养这只狗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它在外面跑很久了，都找不到。我也陪它看了很久。不好意思，那个，请问你们对这只狗印象吗？附近有没有人养？没有，因为好像走丢了，找不到它主人。谢谢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对这只狗狗有没有印象？就是它好像走丢了，我找不到主人，不晓得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老师。不好意思，我捡到一只走失的狗狗。临时找不到宠物背包，只好拿装备袋顶着用。超怕跳车的同时，又担心它是被弃养，还一堆人说我的狗好可爱，真是谢了。整条路上回头率超级高，甚至还有人对我比赞，我真的快疯掉了。它是走失的狗。最后带它来动物医院扫晶片，感谢。到底是谁的狗啦？Hello， 各位，还记得我捡到的比熊犬吗？那天捡到它时，急着去谈合作，于是就带着一起去。还好厂商很大度，而且合作也谈成的。动物医院扫晶片没虫灯，只好先带回家养，还顺手帮它洗了澡。隔天事主找到我说，他的员工不小心让它走丢了，也提供了足够的照片证明。下午就请他来店里接走。
平安的一天又度过了，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哲宇，我开始想你了，小笨狗。Hey brother, hey, oh you, oh you, 干你妈！Hey brother, hey, 太阳啊 ！Hey brother, oh you, 干你妈！直接跳进来什么脸？走开！把走开呀！被隔离了，咱只能在屋尿尿了啊！爸爸都消停一小时了，你咋还不尿呢？你在那尿尿，对，哎，你在那尿尿似的，就这样，一抬腿尿，呲。咱被隔离了，咱只能在屋尿尿了啊！你快尿尿尿，哈皮，乖。你在这尿尿儿子，来，过来，你看没这地漏，看没？你尿尿它能下去，儿子，你别坐，你别坐，这样，来，尿尿。嗯？一抬腿就尿呗，尿。我这样，我一教你一抬腿你就。好不好？行，快点，你也学一下，你看，快，咱俩一起看。来，儿子，你看我也抬腿，你也抬腿啊。爸爸都消停一小时了，你咋还不尿呢？去哪儿呢，儿子？你别憋坏了，嗯？你看一抬，看一抬。嗯？你夸一个呀？尿一个咋这么就这么难吗？咱尿一个来，快点！你看爸爸，你看爸爸，这不也抬腿了吗？一抬腿就尿了，快点的，我都。给点面子，儿子。你为什么要掰人家的腿？这是谁啊？啊！这是个谁啊？呀！包子哪来的？不知道啊。什么丑进来？从哪儿进来的？不知道。这是谁啊？不知道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是不是走错了？你的耳朵是不是吗？Later. 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呀？这是谁？
哎，快跑的！哎，快跑的！哦，你看他走了。